这个卖场呢，这个哇，这个产品我自己也非常想要。哎呦，叫做多功能烤盘煮物，就在我的面前。首先介绍左边呢，现在很流行吃韩式烤肉。对，现在家里面就可以吃韩式烤肉。你看，那就是放蒸蛋嘛。对。然后这边还会放起司酱。哇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直接酱料放在这边就可以了。酱料好意思，加热。对，温凝固，流水的工，流水的一个概念。然后中间也是烤韩式烤肉嘛。哇。哇，这个好棒哦。韩式烤肉在家里自己吃，而且现在很流行就是火烤两吃。对。就是我右手边。 中间是火锅，旁边就可以烤肉啦。那这两个呢是一组，都要送给你们的。哎呦，一起送，对，不是分开来的。这好适合两个人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很厉害哦。那中间煮锅对不对？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个拿起来啊，它这个底下这个部分呢，它干嘛？它是可以放水，就是用水水在这个下面。所以说你油滴下去的时候。 它就不会因为这样子，不是它因为热，下面是有那个瓦斯嘛，它就有烟会变油烟。那如果你是水的话，它油滴在水上面就不会冒烟了。是是是是，请问一下，现在还剩下多少组呢？哦，现在呢剩下最后的两组，只有两组，我有热量，只要获得。我这关卡比较算正常。我们被因为这个，我看你想的好，比我讲的还透彻啊。电毛毛老师本身喜欢吃烤肉，好厉害。那这样的设计，这个很厉害耶。所以我们如果赢了是这样送一整组一套。对，而且是一人一套。 想不想要？想要！到这件真的很大气耶！对对对，今天难得我来，有可以被跟他们商量，要送好一点。好，那到底要怎么样得到我们这个好多功能烤盘组呢？这一关的游戏叫做重音游戏王。搞清楚。那今天评审就是我，我会抓得非常严格，所以你们重音旗下的清楚一点。好，第一组就位。好，来，人夫哥、季晶杰，就是我喽。你负责冲脱泡盖送。我负责塔滑汤撒汤烫塔。OK。好，恭喜过关！慢一下，45秒，用舌头你会咬舌头。对，我刚刚最后一次，他让他来，这个好认真，而且我刚刚超想要结合我的专业的，没办法，家务导就会被影响，这个蛮难的哦。好，来，请组，请就位，报文组，报文组，报文，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OK 预备，计时开始，冲！爆盖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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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OK哈，预备，计时开始，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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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打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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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汤打，等一下小神哦，汤打，打滑，汤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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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那个塔最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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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72秒，还1分多钟，好肉哦。我觉得我们稳稳的。好，其实不要 miss， 就还有机会可以赢他们。对，但是我发现刚刚他们有一个问题哦，你们不要只注意到前面小声，后面也要小声。对，因为他刚刚有，所以第一次我就把宇文杰打断，他后面跟着就大声上去。因为他是这样，踏。等等，那个大后面大声也不对哦，重音只有一个哦，一个音一个哦，对，没有他那个何小姐那一位是因为他本身有那个精神失调，而且为什么这个何小姐她一讲这个绕口令之后，她就开始有乡音，哎呀，这个好强，而且她好奇怪，讲一次好，你玩一玩，为什么就要把两边的男生的手都要抓起来？我很想笑，我要 hold 住那个感觉，这样哦，通常深海才会这样，前两组。都示范完，你们记取经验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他冲破泡泡，你第一组，贤士哥第二组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冲破泡泡，冲破泡盖送，不行，你的大小大小非常明显。冲破泡盖，没有，你没有明显的。冷静！冲脱泡盖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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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他送，塔滑，汤烫塔，塔滑汤，汤烫塔，塔滑汤沙，塔滑汤沙汤烫，塔滑汤沙汤烫，塔滑汤沙汤烫塔。好，过关。好，我们第三组哎，前面你的问题每个都重音啊，对啊，他们习惯性重音的后面也要重音，对，我们在玩游戏吗？没有办法调大小声哎，对啊，你刚刚讲大声跟小声差不多哎，知道啊，对不对？那叫你阿妈来了。好，第三组成绩到底是几秒呢？53秒，恭喜第一组获胜。哇，我们真的好厉害！今天的毛毛夫妻档很强，真的。我们两个是要在一起。哇，恭喜多功能烤盘组。便利店广播，好礼多到拿不完。本卖场现正举办卡友同乐会，快来带回家。好哟，是听到了，是便利店广播，便利店，为什么便秘？那我们就直接去看看为什么便秘。好，走。